我咧就好中意十二月嘅，除咗圣诞节之外咧 ，Christmas 之后就轮到马会130周年致庆正式启动啦！啊，马会网页咧都转咗新碌去衬翻呢项盛事。为庆祝马会130周年，马会推出咗个相关专页，只要上130.hkjc.com， 大家就可以睇到连串庆祝活动嘅详情同大玩有奖游戏啦。由而家开始，大家可以上去玩同你罩不同有奖游戏。够眼明手快的话，随时赢到丰富大奖。今个月30号截止噶啦。人人咧都问我想要啲乜嘢做圣诞礼物，不过我想要嘅嘢可能连圣诞老人啊都未必俾到我。我想要乜嘢？咪就系拆骑天分咯。如果我可以好似佢咁劲，咁就好啦。37岁嘅福永又一系日本明星级冠军骑师之一，佢爸爸福永洋一更系70年代日本嘅天才骑师添。福永又一赢一级大赛冇手软，曾经拆骑一路通摘下今年杜拜免税店杯，凭荣进宝蹄勇夺2001年香港一哩锦标同2002、2003年两届爱比女王杯冠军等等。而近期嘅威水史，当然系夺得应届浪琴标国际骑师锦标赛冠军宝座啦。唔知不久嘅将来，福永又一会唔会嚟香港客串下呢？拆骑天分咧，我都系唔要啦。一于问圣诞老人攞支魔术棒好过啦。变变变变变，全部同我变劲啲！马会公布赛后赛区嘅评分变动，胜出香港一哩锦标嘅步步有，被加5分至134分，跃升为全港最高分嘅马匹，暂时成为本地马坛一哥啊！至于香港杯盟主威尔顿，评分上调1分至130分。香港短途锦标盟主有型格被加6分至124分啊，都系要谂个实际啲嘅。啊，一于咧就叫圣诞老人俾个随时随地可以备战嘅工具我啦。咦 ？Racing Touch，Racing Touch 流动赛马应用程式，今季新增咗好多崭新嘅元素，好似马匹赛事片段重温，更增加至最近6场，方便参考同埋分析，免费下载噶，详情浏览马会网页。星期日咧有沙田日赛，圣诞节同波星地开完 P 之后，仲有刺激嘅赛事睇，够晒充实啦啩！好啦，我哋下集见，拜拜。